您好，欢迎收看 Jeffrey 新闻。几名孩童在公园玩耍时骑上了摇摇马，因为过度用力导致跌落，加上身材的重力，导致严重脑震荡，后来送医不治。政府为了减少人口，所以加装了更多的摇摇马，还有将原本的摇摇马转松，太多人因此脑震荡，医院爆满，结果倒塌。台北新闻报道。一名男子将保龄球改造成炸弹，结果没有爆炸，而且还跌倒，于是军火商大量批购这款保龄球，连恐怖分子都跟他合作。忽然有一天，他打了自己的棒球而重伤不治，他的儿子接下这份工作，制作了炸弹便条纸，因为便宜，学校也大量购买。南投新闻报道。